天是5月24号，我来到了龙州小白山杜鹃花庆典。现在是5月，就是杜鹃花盛开最美的季节。然后这里每一年都会有杜鹃花庆典。我今天一整天都会爬这一个小白山，然后下午会去一个市场，明天我会去安东。这一个旅行是跟旅行团一起来的，不需要自己安排。又在努力的爬山了，哇，我好累啊，太累了。天啊，又是山路。这是半山的一座庙。爬山会有一种习俗，就是堆这种石头，是有一种好运的意思。这一个杜鹃花庆典是每一年都会有的，然后小白山杜鹃花庆典是最有名的。我今天并没有上到顶端去看杜鹃花，因为太高了，然后很多人都放弃了，而且听说杜鹃花开的也不多，然后就因为这一个杜鹃花庆典没有看到杜鹃花而觉得很可惜。这里是人参市场，都是卖人参的。Nice, you're gonna make it like this. Move one.
白山浮石室。太美了。我感觉这一个庙很适合养老。我觉得这个庙的氛围很好，因为它是在山上嘛，所以很适合来取经念佛。是太累了，我就一直在爬山，太累了，一直在爬山。Yeah, exactly. I thought, okay, it's worth it. Like, I wouldn't even buy it for the proximity.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这里的庙都是在山上了，因为这里安东最出名的就是山寺，就是那一个寺庙在山上的，所以基本上如果要上他们的寺庙的话，都必须得爬山。这是花种出来的佛像，很美吧？这里是河回村，是安东很有名的景点，可以说是安东最出名的景点了。你看这里的毛。